那天红叔用这支烂笔写字，有位朋友说：“不厉害，有本事你用厕所纸写的每字，我就佩服你。”好的，红叔接受你的挑战。在接受挑战之前，希望观看的视频的朋友们按个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支持红叔，谢谢。厕所纸。人定胜天。感谢收看红叔叔法视频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